嗨，欢迎回来。国宾的频道啊，拍摄时间是我还在大阪饭店的时候。那这是我今天在新斋桥那边扭到的蛋，还蛮多的。那就是想说来做个开箱的影片。那第一个就是我第一个扭的，然后它蛮大，通天阁，它的那个通天阁，我们把它拆开来卖。有没有通天阁？这样看得到吗？没对焦，拉远一点。哎，好，它就是通天阁。这三个是一系列的 camera 系列。好，这两个送观众，那两个都是 pink 的哦，所以要的话自己想好去。我们开这个。那它就是一般的那种大型的那种，类似单眼，对啊，它是单眼，因为它有加镜。钥匙圈，不意外就是钥匙圈。那它，刚吓到了，就这样。那这个呢，就稍微简单一点。哎，卡哇伊呢，有没有很可爱哦？这边是四种，出镜了，啊，还蛮好看的。啊，各位喜欢的话啊，自己去扭，这我要自己留着，因为还蛮可爱的。OK， 衣服，就是这样。哒啦，哒啦，好，好。哦，这个是货柜屋。跟大家说好，好了，那就是告诉大家我在大阪扭蛋的心得。那这三个会送给观众，先抢先赢，在下面留言告诉我说你想要哪一个。那如果你喜欢我今天的影片，欢迎在下面按个喜欢或是订阅。那有想 follow 更多相关消息，可以到脸书粉丝团按个赞。不要忘记，我叫陈狗兵，欢迎继续追随我的频道。谢谢你的订阅，拜拜。